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双杰鸟师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重量级的嘉玲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前阵子我们收到漫威英雄的机密任务书。没错，所以呢，这次我们特别从台北飞过来香港迪士尼乐园。Andy， 我跟你讲，现在情况相当的危急，九头蛇已经发布两次攻击了，所以我们要赶快过去帮忙。好，走。等一下，不是，我是看旁边的人拍照拍得那么爽，紧张的样子吗？不是吧？他们都有身负重任的。啊，其实这次我们有五个隐藏任务，跟大家讲一下游戏规则是怎么样。我引导他要做什么动作，如果我成功引导到他，我就加分。OK， 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，又到我们的黄金五秒钟的时间，再请大家帮我们分享、留言、按赞。还没订阅关注的朋友们，记得帮我们订阅关注哦，记得开小铃铛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，check it out， 走。根据我们迷你任务书指示呢，我们第一关来到神盾局科技馆，我们要与我们的蚁侠与黄蜂女一起对抗九头蛇。我们深入机械虫军团的盔甲间隙间，将他们一一击破，保护机密。我们这一关主要是要消灭机械虫，越多的就是赢家。这一关应该难不倒我，铁定可以拿很高的分数。最后呢，我一定会成功拯救世界，因为我要让你成为我的全世界。哦，其他没有人，快点，我这样做，你这样做，我要拯救全世界。耶，我要拯救全世界，就是你们去拍一张照，然后喊的一个感觉。我要拯救全世界。够了，太棒了。现在进去吧，走喽。OK。高啊，厉害啊！哇，你拯救了世界，守护人！啊，这是什么桥段呢？刚刚呢，我们已经帮完蚁人与黄蜂女了，接下来我们来帮钢铁人了。待会我们进去呢，我们来搭乘铁甲号飞往香港的高空，展开空中激战。看你的样子很紧张嘞。我非常的紧张，九头蛇已经要偷走我们全反应能源器了。啊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把它抢回来。我们赶快走，快点走。开了开了，我们要准备进去了，走走走走。刚刚那个高空视角真的太精彩了，我们待会呢还有一个神秘嘉宾要去见，我现在带你去走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完我们的好朋友以后，我们现在直接出来就是直达科技旗舰店。哇，这边好多哦。Andy，你跟我说你要买哪一个？我想买你。你头发的东西，今天我扮演。什么东西？你那个虫啊！赶快你帽子用啊！你帽子用下来。跑进去。他就跑进去了没？啊，用掉了，用掉了。那个小昆虫啊，不知道哪里来的。有，我们现在呢来到这一关铁甲奇侠模拟装甲，这关与各位来 PK 啊。第一关一样，也是一个特级的体验。好，来咯。哦，你穿起来了。哦，好可爱哦。短哦，十三哦，短嘞。来咯，再来。好，六十分满分，那现在分数36分。哎，那个脸。这是什么鬼？这脸超奇葩的。大家也可以侦测到我。哎呦，肢体预定其实蛮好的。五 C。我这样子。哇，这个在干嘛呢？这个在干什么呢？因为钢铁人根本不会这样，所以呢，我们需要有机长，然后你会弹出去的
了。耶，刚刚我们体验一连串的冒险，现在肚子是不是饿了？刚刚肚子在叫我停。很大算是不是？啊，赶快去吃东西啊，走！啊，今天没吃啥。我在网络上有看到，这是底下鱼皇宫里的主题套餐，这个要点，这必点。好，那我先去叫餐来。哟，立刻套餐就来了。我先来吃这个薯条。哦，很有弹性，很好吃啊！哇，这汉堡超级大坑的。哦，这个肉超厚的哎，我的天。哦，好满足哦，这种感觉。你看这个都流汤了，流汤。现在吃的是那个小汉堡，里面有这个洋葱。哦，哎，洋葱对身体好啊。我已经吃完两个小汉堡。哎，这我都没吃嘞，你给我吃完，你没吃完吗？嗯。来啊，今晚吃冰。哎，盒子也可以收藏，我要是带走了。啊，你看。等一下。来，你看清清，哎、会变怎么样呢？清清，哎。花水蛟龙。来到香港迪士尼乐园呢，免不了要大买特买。没错，你讲今天这句话是我听到最舒服的一句话了。那这一次呢，科技馆礼品店呢推出超过300项漫威英雄的主题商品，来去来这看卖啊哈。这里什么都很想买，但是我最想的就是想要组装自己的武器。啊，这件 T 恤很好看啊，怎么了？你不是找人家去组装你的英雄玩甲？我的英雄玩甲，来去看看哦，来走。所以这边我就可以直接组装就对了，可以选一个这个吗？对，底盘就对了。我真的好帅啊，真的好帅啊！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可以用混搭风去组装你的东西，这边都是任君你自己选。对，它这个有不一样的颜色。对，不行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我要准备出局了。OK， 那我们现在逛完这里了。如果呢，你觉得还逛不够，你可以去对面的直达科技旗舰店，那边有很多钢铁人的商品，让你逛到手软。耶、yeah, ！我们现在回来了，我们的饭店呢，今天玩的超嗨的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今天住的是哪里？全新的迪士尼探险家度假酒店。哇，好漂亮哦！真的是里面超级大的，空间啊什么的都很舒服。这边就是满满的探险风、丛林风、冒险风。这是你们的选卡，谢谢，我很开心。好，谢谢。赶快我们进去房间，等超久的。我房间有没有跟别的房间比较不一样？你看，钢铁人。哦，我想的数字不一样。所以这次我们的房间就是钢铁人的主题套房。那我们要准备进去了。开门。啊！打给我啦！哇塞！这个是铅笔盒吗？哦，不是盥洗用具。你这好像铅笔盒哦，好好看哦。我觉得最有看点的是这个鞋子。哇，都舍不得穿了。很好看，它上面还贴一个镜子。哎，就不要撕哦，这个到时候我要轻轻撕下来带回去的。嗯。等于是一个家庭号等级的房型，所以超级大。哦，我喜欢。看那个，我喜欢。你干嘛啦？我的毛巾哦，好可爱哦。你换了这一身。有没有觉得它有什么异状？感觉，它现在里面是没有东西的，我施个魔法，等一下它里面就有东西了。吹一下气，对，我吹它。嘿，视觉冲击！准备3、2、1，打开！哇！我们的钢铁人马卡龙现身了！哇，天哪！吃喽！好吃啊！那你先吃一口。你害怕吗？我没有加东西，你不用怕。没有，但是因为要先感谢你，所以会先给你吃。再就先吃，我没有加东西，你敢不敢吃？啊，对，刚刚你看到所有钢铁的东西都是我另外替你加购的，所以等于是另外准备的，不然你没有这些那么漂亮的道具成色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统计我们的分数了。主要主线的关卡就是大关的，我们2分，然后隐藏关卡就是1分。先以大关来说哈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了。对，神盾局科技馆呢，嘉宁得分。没有啦，我赢好不好？另外一关呢，就是铁甲骑甲模拟装甲，这一关呢，也是由 Andy 获胜。
不好意思，我分数比较高，所以我一共赢得了四分。现在就是我们的隐藏关卡的部分。我先讲我指派给嘉玲的五项东西。第一个是跟店员要蚁人贴纸，嘉玲自己贴在身上，这个我没完成。第二个呢，让嘉玲与钢铁人击掌。我知道吗？然后第三个呢是菜餐厅时让嘉玲说出港语的好厉害，没有就没有。然后第四个呢让嘉玲脱掉钢铁人的帽子，有脱掉。第五个呢就是让嘉玲做出钢铁人的招牌手势，就是。所以呢我一共隐藏关卡有加到三分，所以我总共是7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在科技馆林品店的门口，只要摆出这个碰，然后你们会跳。Hey, hey, hey, hey. 第二个呢 Annie 你必须要在神盾局科技馆前面说出我要来拯救世界。好，这一集有奖我承认。再来是嘉宁鞋带掉了， Andy 帮忙扣鞋带。在香港迪士尼乐园， Andy 背嘉宁。吃午餐的时候把 Andy 的一类食物吃完，一开始我就选你的小汉堡。对，还是你输。Andy 你最帅。好，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。哇，没办法，就看人那么好。我们现在还是来猜拳，你等一下赢了就你赢了，就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剪刀石头布。哎呀！为什么？你准备来了吗？来来来来，你要干嘛？快点啦！按摩。按哪里？按脚。再来。我觉得不要按了。不知道干嘛，把你的鼻子靠近我的脚。你这个丧心病狂的女人，你要边按边闻。好，时间到了。那明天第二天呢，我们继续我们的冒险旅程。明天见喽，拜拜。Good morning， 早安。Good morning。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了。走走走。好。来，我喂你吃，嘴巴打开。这样有没有拍照？现在这个氛围非常好。三二一。好，看照片。你一个惊喜现身哎！对，祝贺一下高飞，你的爸呗。他应该只说我肚子比他大的意思。他说你爱说小。哦，他很灵活哎。好灵活，我自己都没办法那么灵活。哎呀，来邀请大家一起来，好，一起来，一起来。OK， 谢谢，拜拜。刚好泡泡射在你脸上，我们今晚被带反斗骑兵大本营。你有发现一件事情吗？什么事情？眼前的一切都变大了。没有，我像一个蚂蚁的感觉。你就小小的，现在突然变很可爱。下来，我已经看到我们心目中理想的一关了。对，我们来到这边呢，一定要从最刺激的开始玩，就是我们的高空遥控车。来，走，我们去玩吧，走，走 ，Go。哎，有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？很刺激的。不行啊，每次做这个都感觉人家在挑战自我，你知道吗？紧张 A 加你，我们是下一车哦。我坐这加分哦。你为什么会哭？一个哭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你今天你不想做，你可以回去，没关系，我们不相迫的。对啊，要挑战自我。走，加油。
现在感觉怎么样 ？OK 啊，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。那就好，秀秀了，秀秀。挑战自己。好，来，现在做下一个更刺激。下一个。下面这个玩具兵团跳降伞，现在还要别拜哦。我来看一下。来来来，跳，再来跳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到这个灰熊山极速矿车。那因为呢，我们有入住酒店，所以我们有这个优先入场证。是，上面有几项指定的设施都可以优先入场。对，那现在我们直接进去玩吧。Go， 来啊、哦，来啊、哦，哦，这好险哦。你的爱不是，我们现在在等的是迪士尼的飞天巡游，可以看到非常多人哦。来了，我的宝贝来了！哇，可爱！结束了，每次参加游行都觉得很快乐的感觉，真的。Hello， 好开心，我们今天跟东北跟科技碰面呢。哇，好可爱哦！可爱哦！拜拜。我想要带回去哦。成就解锁哎、欸！我终于把大只的牵着走了，没有，刚好这边是礼品店，我们可以刚好来看一下。有吗？有像 cookie 的吗？有有有！来抓住我的手！我已经抓住了。今天表演真是精彩的，你知道我们今天看的是什么吗？迪士尼游行。是迪士尼公映会夜间巡游哦，来，有人走出来了，有人走出来了。有机会再来看吧。没有，我们这边是最后一天。没有，最后一天。好，那你今天主要是我先回台湾。好，拜拜。Yes。Yeah。我们现在特别回来饭店的大厅这边。要来领行李了。我想在这边待上一个星期哦。没关系啦，我们下次再安排一个香港迪士尼乐园之旅，我们再抽空过来。等一下，我好像会感冒，还是我们住在这边一天？觉得你还是先回去好了，我继续留在这边。我也不行了，你还要跟我回去，你不能属于超级英雄们，也不能属于迪士尼朋友们，你只能属于我的。好冷啊！大家如果有机会呢，可以来香港迪士尼这边体验一下《玉皇风女激战特工》。我们今天影片呢还有抽奖活动，抽奖资讯呢跟方法都在留言区底下，大家可以去看哦，很多精美的小礼物，大家一定要去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帮我们喜欢、订阅、分享。还没订阅关注的朋友们，记得帮我们订阅关注哦！记得开小铃铛，大家拜拜！拜喽！拜拜！